为着观光会当延续发展，华山商圈这几年除了发展咖啡旅游产业，对自然生态维护上嘛相当用心。商圈利用农业废弃物、咖啡树和樱花树的树枝，推出树枝MB DIY 活动，嘛成为近几年到华山旅游较有代表性的纪念品。并将欢喜写手机，并且将各自的装饰品在店地顶头。这是华山商圈这几年推出的趣味手作课程，用着咖啡树和樱花树的手机来制作硬币。哎，卡在有做过无？有做过无？压低头，压低头哦。哎呀，我刚刚做这趣味无？嘿，加赞。华山商圈是利用农事废弃物、青树、咖啡树和樱花树的树枝来推出相关的 DIY 活动，也成为近几年来到华山旅游真有代表性的纪念品。今天这个树脂铅笔是利用就是那个咖啡的树脂，然后下去做的树脂铅笔，然后就是让这个农事的废气，然后可以就是转身变成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个纪念品。对，然后它这个除了利用那个咖啡树脂铅笔之外，我们也会使用樱花，樱花树脂也可以使用。另外，除了废弃物再利用，华山商圈这几年也相当积极在保育花金菇，希望在发展观光的同时，也会当永续环境。就是4月14日开始就有华山有萤火虫季，对。我们除了树脂铅笔之外，我们其实还有植物奶的体验，然后还有就是烘豆体验，对，然后还有燕麦脱蝇体验，这次都是在我们华山休闲农业区里面的体验。然后如果想要做相关的体验活动的话，就是可以搜寻我们华山休闲农业区。一礼拜假日就是婚礼花金菇季开幕，欢迎民众到时会当来到古溪林咖啡欣赏花金菇。记者林柏莹，长报道。